危机，美国停滞，中国增长放缓，世界又进入另外一个改变你我每一个人生活的经济循环。请收看文倩的财经故事。收看今天文倩的财经故事。那么在今天呢，财政部在今天下午五点正的时候正式结束了关于证交所的证券交易所得税相关的重要的第二次的会议。那么刘益儒财政部部长正式的宣布将缩短决策的时间，那么很可能很快的就在这个礼拜四左右就会定，就最后的方案就会出炉。我们今天文倩世界，我们文倩财经周报今天特别为大家做现场的节目，介绍我们几位与会的来宾，并且来谈一下美国在上周五公布了非农业的就业数据，结果这个数据呢，使得市场的反应非常的坏。今天全亚洲股市不只是台股都大跌了100多点。我们现场几位贵宾，一为大家介绍，第一位是台湾大学的副校长，也是跟 MBA 有关台湾方面工商管理的权威教授汤明哲汤副校长，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第二位是赖世葆委员，您好。好，大家好。第三位是李同豪委员，好。大家好。我们两位财经立委都在现场，对于这个琐碎的议题呢可能也非常关注。第四位是欧债问题的专家吴志忠教授，您好。大家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个从开征证所税到现在啊，消息出来是3月26号，刚好是本小姐生日后一天，所以我的生日实在太好了，逃开了这场灾难。从3月26号开始，因为那是礼拜天了哈，到今天为止股市跌了快要1兆。所以这个决策如果不赶快，就刘益儒讲，就是你决策如果不缩短时间，它引起了叫做 panic， 而且是没有意义的 panic。 那其实呢，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拖延越长的时间，谣言越多，那对很多知识不足的投资人是非常不利的哈，这是第一点。那我们来看一下，从3月26号开征开始呢，就一路一直跌，一直跌，从7967点跌到7600点。那外资呢，在上个礼拜三之前呢，他是买超的，因为他觉得这根本就神经病，你散户乱卖。可是从上个礼拜三开始，因为全球的数字在改变，于是到周四到今天，外资大卖了74.01亿，而且呢，外资整个狂砍啊！我们看媒体的数字是说，它大卖联电、台积电、原百、南亚、开方机、第一金跟中华电，其中呢，光是元大金就狂卖了87000张，好，这很大的这个卖压哈。那我们来看这整个指数呢，从3月26号消息一出来，全球的股市在涨的时候，3月26号那一天我们就跌了108.99点。那那一天股市跌幅1.35%，台湾是全球唯一啊。那接着几天呢，到了3月29号那一天呢，股市又跌了165.41，跌幅2.06%哈。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未来过来几天，几乎每天都跌，跌70点，跌102点，跌105点。那今天跌105点呢，倒是全球股市都是差不多这个跌幅了。今天是整个亚洲的股市，因为反映的是美国非农业的就业数据啊，它的失业率表现很不好。那我们现在看了几个方案，这几个方案里头呢，都是值得讨论也值得检讨的啊。第一个，现在证券交易所的税呢，好像是势必要开征。那势必要开征的情况里头，就是没有不可能说这件事情是收回来吧，对不对，赖世葆？对，一定会开征吗？应该会，这是财政部的一个方案。我得到最新的消息是，财政部就是你刚才提到的，礼拜四就把他的做法，把他送出去。我咨询过刘益儒的时候，他讲得非常清楚，这个小组是他的幕僚而已，主要他拍板，就他决定，所以他礼拜四就要送出去。等到行政院通过之后，他就送到立法院。那送到立法院，他的审理程序到立法院还要经过立法院同意吗？那当然了。那你们立法委员如果都反对这件事情，会不会摆？所有的股市，等一下。这个大，这项代志，是，有可能到恁迄个所在，是，
一兆元变成白痴元，然后就没有了嘛，就是变成发神经的，就变成白痴了。真的真有可能的事情，因为到立法院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啊？我所了解现在立法委员大概十个立法委员十一个不同意见，不同意见非常多。那个十一个不同意，那个第一最后一个鬼是谁啊？所以你的意思是几乎大家都不同意嘛？有很多看法，有很多看法。Okay. 我们先来看正所税里头的建议方案一啊，就财政部势必这要进行的。第一个是每年股票所得是600万以上才课征，是吧？你会不会觉得这句话，他3月26号就应该讲？不应该让报纸登出来而没有这句话，因为这就表示多数的散户他根本就做不到。现在的全球的经济状况，多数的散户要赚到600万了，不是做600万，赚到600万，根本就多数的散户都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今天是一个财政部部长，我要课征正所税，我第一件事情告诉你说，我会有一个额度，一定要赚到一个额度以上才会，这个金额可能是500万以上，可能是600万以上，甚至是1000万，根本这几天的 panic 恐慌不会发生。所以我想讲第一个啊，那第二个正所税的建议方案二是外资根本不会被课征。这个事情有一天赵康先生问我，我说外资不可能课征，他说难讲啊怎么样，我说什么难讲，这是国际法，你们笑死人了，你根本没有管辖权啊。他说那怎么财政部不讲呢？我说这就是天才财政部。他这个外资不是是在这里面是公司的了，是一个类似非你那种，不是跟大家想象这里是公司不太一样的。不是因为外资本身就是一个你没有管辖权的嘛，就是法律很简单，你凭什么课外国人的税嘛？所以外资一定不会被课税，是我们本地的投信法人是可能会被课税。那这些投信法人跑到什么 Virgin Island 去随便去设几家公司，他又变成外资了嘛，对不对？这很容易的事情嘛。OK， 好，第三个正所税建议方案三，亏损跟获利是不是可以抵，是不是可以扣抵？因为我们现在讨论的时间呢，不是股市泡沫化的时间啊，不是公主刘亦荣，他们说刘亦如说他们说她是公主复仇记，她妈妈讲的时间是网络泡整个股市泡沫化，就是那个时候的股市啊，每个人都大赚钱，她认为这个太不公平了，所以应该要课征证券所得税，那个是郭婉容财政部长的时代，那刘亦如现在讲的时代叫做金融海啸的时代。好，那你的亏损跟你的获利是否可以扣抵，而且哪一年算起？现在唯一待会儿我们会看到就是可不可以扣抵，如果年限比照美国是前3年后5年，那你现在要实施的话，你就应该从金融海啸那一年算起嘛，就从2007年次级房贷风暴那一年算起，我都觉得你都可以扣抵，因为从那一年开始，有的人亏损的钱可能到现在为止，他都还亏损了1000万、800万、600万。如果你不能够扣抵，你就直接说我2012年的，我通通都要扣抵，这个就会不公平嘛。所以这个是不是也应该先讲？这一部分我所了解并不是刘部长口袋里面没有，这一部分不一定，我知道这部分还没确定，这个没确定，不从他今天的新闻稿里头，这部分他根本没有考虑。对对，我认为到立法院去这是不公平的，就是因为现在是金融海啸，李宗华教授你的看法是不是现在是金融海啸，如果你要课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不是应该从金融海啸的前一年2007年到现在为止，你要前5年跟后3年这里头你自己可以选择去扣抵，因为美国的这就是前3后5年嘛，那你现在才要开始实施的话，那你就要把金融海啸的因素找回来，金融海啸很多人的财产是完全都没有掉，那你怎么可以说我就2012年我这一年里头只要你赚来的钱，或是2013年你赚来的钱，我就要开始苛征，你的看法？我先很快的观察一下我的整体的看法哈。刘部长一开始说是9月份才开始实施，可是才开始落定案啊，对，可是现在突然加速到4月哈，就是12号礼拜四啊，那表示什么？表示他受到很大的一个压力啊，要让他迅速做出这个决定。那换句话说是什么？他要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一定是伤害最小、宽容度最高的一种决定，就是他所谓捉大放小的概念。因此，您刚刚所提的把他减所谓的这种前三后五的这些概念呢、啊，我觉得他还会比他更宽松。还会更宽松，还会更宽松。那搞了半天以后，所有在这个过程中被吓破胆的人，都是胆子不够大而已。他要至少要表态说，我关切这个证券交易所得税对于财富分配的影响。嗯，这是他要表达关切。但是有税目能不能够课征到税，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他是否应该至少回溯到2008年金融海啸时，甚至2007年次级房贷风暴？以你们两位立委的看法，你认为该不该？我认为他很容易去往这方面去走。你认为呢？该不该？虽然现在没有在刘玉茹的口袋里。没有了哈，那你等一下提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那个是最有意思的了。他如果一开始就讲这句话，大家就不会 panic。说什么？说现在哈，现在做的哈，都他不会去跟你讲了，从。定案之后，明年开始做，才明年算起，以前都不算，以前他们不算，是这样。他是有的想法是这样，就从102，今天是101年。不是你讲的跟我讲的相反嘛？嗯。如果他从102年算起，那就是那个时候赚的钱，他就要扣嘛。嗯。那之前赔的钱，他都不能扣底嘛？那这就是不公平之处、啊。这一部分就还没有讨论，我说这部分。我说到立法院，我现在问你们做一个立委的意见，因为这一定是很多投资人的共同反应嘛，就是我前面简直是赔到。脱裤子了，然后我现在后面也没有赚到什么钱，你就要我交证券所得税，我前面也交了证交税，我前面亏损的钱，我认为财政部如果没有前面金融海啸开始扣底的话，他这个税扣下去啊，他会发生台北市王家被拆的事件，你的看法？我同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所以现在我听到的讯息了哈，说到底这一次的这样搞得这么大的，那这么 panic。目的是什么？恐慌。目的如果说要增加税收，就有人提出来了。到地方最后可能说，那直接增加税加千分之一，或者加千分之零点五就解决了。你搞这样子干什么？对啊，这些都不利民不贼嘛啊、哦嗯。第二个，如果你要追求公平正义的话，那就把你的因素要考虑进来了。过去前面的几年要给人家 mercy 的年，就是那个不是因为宽容起要封起来，美国也有前三年后五年嘛。对。那我们现在又是金融海啸，而且我刚刚提出来，这跟郭婉容。当财政部长的时候，当时台湾的股市是2000-3000点爬到8000多，是不太一样的状况。校长，美国前三年后五年是美国每一个人都要交证券交易所得税，并不是说只有大户才交。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是所得在600万以上才要交证券交易所得税的话。那就是为了一个租税的公平。如果是为了租税的公平，那是不是前三年我觉得不应该算？第一个，第二个，证交税到底还要不要再继续抽？因为证交税每一年是1000亿，如果你一停下来的话，你这税收的损失是不得了的。这个我提到，这个李同浩马上请问你，如果他因为要扣这个证券交易所得税，结果被立法院停掉了证交税。结果证券交易所得税又被立法院改成第一个，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严格规定，外加金融海啸的时候可以扣抵，它到最后国家税收是增加还是减少？有可能根本就减少嘛，对不对？如果它的配套不好的话，当然会减少了，因为我想以去年来看的话，证交所已经试算过，其实如果负增证券交易所得税的话，其实政府的税收是严重的短缺。所以试算的结果是这样子，所以代表什么？这个没有错。代表的是说，他如果只是考虑公平性的话，他的税收会减少。所以你的看法就认为说，刘玉茹财政部部长跟他母亲的时代并不相同。他现在在这个时刻谈这个叫公平正义，事实上他选错了时间，事实上他可能反而造成国家税收的减少。事实上你不赞成现在课征这个税，你的看法是这样吗？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导入这个永久的制度的话，那你就必须要牺牲税收。可是呢，我认为现在的做法其实也不是导入制度，只是导入一个科目，这个科目就是用最低税负制的证券交易所得表示说我恢复了，以后再逐步修正。来，我觉得副校长李委员讲得非常好了。其实我从旁边的解读了，就是说这样跑一圈就是对社会有交代，说我曾经努力过啊，对国家税收我们交代啊，这个是吧？好，所以很重要哦，很重要。我认为它的底线是证交税。一个字都不会降，因为我咨询他很清楚的 clear cut 告诉我说，税收绝对不能减少，一定要增加，而且是有 few 的增加。换言之，这个千分之三绝对不会降。千分之三不会降的话，我认为到立法院的话，有太多的 scenario 会产生，太多版本会产生的。我认为了最后最可能的就是直接加这个要征交税。那个是一个结果，可能一个结果。所以刘玉茹的证所得税最后就是石沉大海，反而是证交税增加了一点点，一点点。反而是最后的结果，我觉得比较可能。副校长，你看吧。
最后结果这个完全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哈。我们现在理论上来这样讲哈，我们为什么要抽正所税？一个是为了公平正义，为了所得的平均；另外一个是防止投机。那防止投机的话呢，你可以在各国的设计里面都是，如果你是处于长期投资的话，你的正所税的税率会降低。那这个我不晓得他有没有考虑，这第一点。所以要把长期投机、长期跟短期投资分开来，跟短期的投机分开来。所以如果你是长期投资的，是这种情况里头，因为我看到他自己有讲，他也找了新加坡、香港、日本、美国跟韩国经验，所以财政部一定要把你讲的长期投资的，或者是短期投机的，把它分开来，那使得长期投资的意愿变成在这里头。因此而变相的鼓励他们增加，是不是这样？是应该这个样子。如果他一视同仁就会出问题。是，我又算了一下哈，从2005年到2006年呢，台湾的股市呢大概多了2兆，2006到2007多6兆，2008跌了6兆，2009多2兆，2010多2兆，所以呢过去的5年加起来呢，过去一年是没有增加，过去的5年加起来呢是总共市值增加了6兆台币。可是6年下来，我们抽了6000亿的正交税，请问，那你有6兆台币的增加，如果你大户散户不抽，你的外资不抽，外资占1/3，外资也不抽，那请问你要抽多少的正所税才能够弥补你损失的正交税？一定要20以上。所以呢，我的看法是，正交税不能够停，你只是为了一个所得的公平，让这些更赚钱更多的大户去付出更多的税，应该是这个样子，其他都不变。嗯，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税收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嗯，不过校长也特别提到啊，目前为止，今天我们看到最新的新闻稿里头呢，是正所税建议方案5，而且很明白是民国102年，因为他们说希望让一般的人呢，投资人有他的心理的缓冲时间啊。那今天最新的消息是在民国102年的时候，证券交易所的才开始实施，所以民国103年，换句话说是2013年你在股市的所得到2014年报税的时候它才会发生。至于要怎么样算，这个算的算法呢，是要比如说600万以上才要报，还是说，哎，我是长期投资的，我就可以不见得可以处理，还是我过去亏损的，我可以抵消？礼拜四的时候要正式拍板，但是这个拍板还不是正式，还送行政院会，然后还送到立法院，把立法院改得乱七八糟，到后来是什么样的结果？这是一场漫长的游戏。我们先进广告。